欢迎收看绿生活频道。今天是6月1号，希望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，六六顺，一切顺顺利利，平平安安，祝福世界平安，人民健康，有美好的一天。今天的视频，我们欣赏院子的玫瑰花，希望大家喜欢。火红的六月，火红的玫瑰，美丽芳香，美丽家园。每当看到这美丽的玫瑰，心情就更愉快。居家要快乐，每一天给自己好的心情。请你欣赏绿生活频道。今天是6月1号，我们一起赏花。
火红的柳叶，火红的鲜花，这是百合花，祝福我们平平安安，幸福，百年和好。唱歌，多快乐的小鸟。哎呦，哎呀，真的不想惊动他们。喜欢丽的视频，请点赞、订阅、转发。我需要你的美言、点赞，就是给我最大的支持。谢谢你的陪伴。